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很流行用脸书吧，在脸书上呢，我们常常按赞给大家一些鼓励，现在很流行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网友又突发奇想了，按赞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增加一个国骂不太雅的按钮啦，就是表示不赞同。现在呢，已经超过了10万人连数喽。但是如果把国骂放到脸书上面，到底合不合适呢？今天我们街头特派员，我们要告诉你。走到哪都要玩脸书，已经成为时下的流行。看到很棒的文章，当然要给他一个赞。不过现在有10万网友募集人气，不要这个赞了，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另外一个不雅字眼。你说对吗？对，我觉得还蛮另类的，还蛮新潮的，还蛮酷的。没什么哎，就是很平常啊，很多人都会讲这种话。比打出来好吗？那你觉得呢？不用自己打比较好。不太好啊，正反意见通通都有，但是这个活动连脸书创办人都要给他一个赞。那还有什么按钮是大家想要的呢？像之类的吧，啊，我觉得什么擦烂啊，这些都可以啊。白痴什么的 ，rock 还不错，对啊。给力，嗯吧，还有100个赞。千奇百怪的按钮通通都有，但不管最后这个不雅按钮有没有成立，苦手的创意，大家只能给他说一声赞啦。